一大早，婆婆妈妈来到市场挑选新鲜的水果。不过，一名手提红色塑胶袋的女子从对街走过来，慢慢靠近水果摊。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客人要来买水果，却突然绕到后面，短短几秒钟，趁机摸走水果摊的前盘。这也就是基隆新市场内19号早上10点多，水果摊员工忙着招呼客人，一时没注意到后面的状况，遭到小偷光顾，一大盘将近10000元的零钱盘被偷走。来听一下稍早访问。他站在后面站了一段时间了。是啊，站了一段时间，起码站了一分多钟。他是看老板娘不注意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应该从那边过来，然后就他原本在这边呢，应该就已经在注意这边了。据了解，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后，发现偷窃的妇人不是当地的人，目前已经扩大追查。以上为您掌握最新消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